呢一日，胡培慧喺中环一间酒吧包场为老公善立文举行生日派对。到场嘅咧，包括有袁伟豪同女朋友张宝仪、陈展鹏、邓建明，一班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嘅演员，包括滕丽明、刘丹、汤盈盈、吕慧仪等等。而其中见到一对高调拍拖放闪嘅情侣，就系阿 sa 蔡卓妍同埋麻雀馆百亿太子嘅 Anthony 啦。见到佢两个喺凌晨12点左右离开，阿 sa 戴住口罩同男友十指紧扣，而见到记者之后亦都表现大方。阿炮哥庆祝生日，有冇送咗咩礼物啊？之后阿 sa 就继续拖住男朋友行到附近嘅街头，搭七人车走咗啦。